是因为韩寒真的是很好的朋友，所以有时候没差。但是我怕你们骂我。哦，那当然不一样，因为那一个是家里的东西，然后一个是我学校换点数用的。要不要去跟我老师讲，叫邱秉杰把东西还过来？哈哈，好吧。嗯。那我们现在是你都用中指指人吗？我跟小婷老师说。原来你也会，我学你。你看，你看，啊，我还记得我以前跟雅雅玩的时候，大象我们都这样子比，然后结果那每次就会有学姐在那边说，哦，你们比中指，然后就不懂什么意思，就继续玩。哎，你看大象，哎，真的很像呀。那现在才知道比中指什么意思，真的。王老师都写完吗？先拿来写。好，你先拿来。还可以明天写啊。好，先拿来。